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告白者。感谢辽宁卫视，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节目了。在场很多男生脸上就发出了绿光。你们四个都是来告白的吗？是啊。对呀，我们都是来告白的。这个男的得疯了。每个人都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小白，大家好。我叫小呆，大家好。我叫小绿，大家好。我叫卷子，大家好。你们四个人都分别是向同一个人告白，还是向四个不同的人告白？好啦，不闹啦，其实是我来告白的，他们都是来陪我加油助威的。你要这么多人助威干什么？人家有点不好意思嘛。大叔你那么帅，放轻松点。大叔叫我大叔我还高兴吗？那我们谢谢你三位同伴，加油。谢谢。加油加油。小戴，那你说一下你要向谁告白？我要向路飞告白。我的童年是变形金刚和那个圣斗士葫芦娃黑猫警长。路飞是一个热血少年，他敢于冒险，对朋友也特别拼命的那种人。你在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性格吗？对呀。来个可爱九连拍，让我们看一看，好不好？60、70、80、90，欢迎各来一位来。九连拍，你知道九连拍什么意思对不对？你教他们，好不好？来，可爱一连拍，可爱二连拍，60后大妈做得不错，三连拍，四连拍，六连拍，八戒嘴不要努那么高啊，九连拍。这80后呢，感觉是看见了恐龙的样子，90后是完全痴呆，是吧？70后还好了，祖国的花骨朵，60后最可爱了，掌声送给他们。